哎，我家下边有旺仔牛奶，一会儿拿瓶旺仔牛奶喝。算了，我又不想下楼，我操！我真不想下楼，我腿很酸，你知道吗？特别酸，我操！我下楼都是倒着下的。昨天跑步跑得我很难受。英雄总是要死吧。达哥赢的就是我们要护在他想 A 的和想补的小兵旁边。鲜血就是代价。我压住你这样。拽他，就拽，硬拽。看着你流血。西内，西内，慢点慢点的内。我与南疆共同过年。我兄弟二人共同举杯，哎，舒服。咱这把打鳄鱼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魔切的，试一试。因为打鳄鱼你能，就鳄鱼皮实，鳄鱼能让我一直 Q 它。我叠女神，我出个女神，那叠的就很快。你知道鳄鱼非常的皮实。我变成了一个怪物。向野兽屈服吧。哟嘿，拿一冲我，不行！我发现我出女神的，我还是会被这玩意儿声控。我老想塔下去 Q 掉。我刚说那个要是先 Q 在红的 W， 我洗内了，我直死。我李某人无需诸位兄弟挂念。哎，有炮车兵就 Q 一 Q 炮车兵回去。把鳄鱼给整晕掉。西内，奔着输把输出打满来的。这既然是出的这种流派，主 Q 然后再负 W 的大，再升个 W 的，先升五级 Q。 好一个李克，你妈的能说出李克，好一个我的粉丝，我负了兄弟。是你大伯的哥叫李正，这个李克我晕了呀。我怀疑他们在骗我，我是他的。狼王叫李正。到直播间啊，到直播间算了，那不行。在我直播间那没事的。
兄弟，你没拿峡谷先锋，你推我线干嘛？走，月了。哦，他这下好狠。那我也不能叫虎牙狼王卧底症吧，也太弱智了吧，听起来。这什么连招？不得不说，现在的点人的中伤好变态啊！他这什么连招？一动连招把大抠出来了。怎么把这传到塔下去？李都打，李路打来了就差不多得了。取关了，拜拜。你血流一地，却什么也不会做。这个李都打，我没想到啊。他们这把的话，没有人可以出巨蛇之牙。我说实话挺蛋疼的，这停电好归好，就是清兵有点烂，改的挺好，就是清兵有点烂。好走位啊！他这个能不能去打峡谷？那我直接复制粘贴给你来个能能能能能。早上一直看我直播，小伙子会遇GG是吧？防一下吧。高地塔的话，刚打我417，我没印象，好像没打满伤害的，有点亏啊，没韧性，这也让他跑开了。我一个挺进的距离不够，那个什么狼王，只是打不过峡谷，哎，退潮。